要请个阿基姐哦。好，来到那个红线的地方，那个线来再后退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来，仁硕你已经有经验的引导一点一下。OK， 好，两位看两位的左手边，左手边。有点互动啊，那徐若瑄你碰他好了啦。你随便，你想哪里都可以。我现在不敢。哦，好好，看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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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两个人隔着空气摸鼻子好了。没有，你想摸，我不敢看。哦，对看，对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我来看右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哦，两位这个很守规矩。好，好，好，徐若瑄自己，自好，还 OK 吗？好，我们欢迎人面女的剧组的团队一起上台哦，包括入围最佳剪接的谢梦如，男女主角我们在中间好不好？我们那个大家稍微移一下位置一下，好 OK， 好这样，来再靠近一点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靠近一点点哦，好 OK， 好，可以吗？徐若瑄在这一次的人面鱼的演出实在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哦。好，左边，好，再看中间，中间，好，看一下我们大会摄影，哦，哦，你踩到凯哥的镜头，你错赛啊你，哦他的，好，那右手边的右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可以吗？你以人面鱼入围的影后，来来来，哎，你硕哥你们现在亏啦。哦，好好，来讲一下入围女主角的心情如何？这个片的诠释很困难的。那个我觉得就是快要30年了，然后第一次在台湾有演员相关的奖项入围，然后真的非常非常高兴，对我来讲意义特别不一样，是因为今天这个中山堂就是人面鱼黄雅慧弹钢琴的那一个厅，弹魔王的那一段，对对，就在现在所有媒体朋友的坐的位置，那个钢琴就摆在那里，黄雅慧就在那里着魔的啊，好可怕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拍的时候灯会一闪一闪的，你看你们现在的 camera 是不是在闪？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感谢 Vivian 哦，也欢迎团队啊，我们希望今天可以有丰厚的收获。好，我们到台下稍事休息哦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刚刚哦还没有，对我们还没有到齐的童星来到台前哦，来来来，男女主角还有我们的男女配角啊，好。女生在中间是不是？来，再后退一点点 ，OK。好，左边。可以吗？好，再慢慢的视线转到中间，中间。两位很有，两位女性很有一致哦。都穿白色，左边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再看我们右边，中间，中间，抱歉，中间大会摄影再看一次，
好，右边，右手边的媒体，右手边，右手边。慢慢转哦，你就自己转的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哎，来一号单拍一下。有表，有表。表表表，奇怪。好，好，要看到表，要看到表。摇右边，右边。右边，好，回来看凯哥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谢谢悲伤的剧组，我们到台下稍事休息了哈。OK， 好，刚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哦，请专业到对这样一直发地方。好，来。好，可以吗？自己画哦。右边有没有拍到？好，家宴视线看中下方。好，再看右手边，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右手边。好，中间大会摄影再看一张。好，中下方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请嘉宴到台下稍事休息哦。好，好，接下来，换一下位置好了。换一下衣服，什么东西？谁讲的？好，两位看一下右边，右边的媒体朋友，右边，右边。好，再回来中间。你们两位要到底要怎样摸了？你们可不可以那个？到底是怎样啊？好，左边，左边再一下，两位互勾一下手好了，互勾一下手。好，可以吗？单拍谁？没有谁先的啊？啊？侧一点，要露背吗？好，露背了啊！好，那不一样，拍的角度不一样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中间，看中间一下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宋小姐，差点讲成夏小姐。好，来先看你的左手边，左边，
你们两位的手机可以解锁吗？试过了，还真的试过，好荒谬的过程。好，好，最左边，最左边是不是？最左边，来举手了哈。好，好，换一个 pose， 来一个折腰之类的动作好了。好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我们两位金包银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来。来，徐老师，我们到中间好不好？中间那个线的那个地方。对对对，哎，瑶瑶，你要在中间哦。对，来，请我们另外两个。好，请靠近瑶瑶，谢谢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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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瑶瑶单拍，抱歉，好，来，请瑶更在前一点点哈，那个衣服稍微折到 ，OK， 好，停，可以，好，来，先看您的左手边，瑶瑶的左手边，左边，好。好，瑶瑶视线到中间，瑶视线到中间。好，看我们左边邱大哥。好，好，左手边来看一下哦。OK， 换左。好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我们请徐老师留左边一下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请递麦克风，来来来，老师麦罩，麦罩，来来来，来，那个徐老师讲一下，两位其实都有拿过编剧的奖项哦，可不可以请大家，请你们两位谈一下剧本创作对你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其实蛮煎熬也蛮爽的啊。但是那个亚梅叫我们讲少一点，他说时间来不及。其实我觉得主要都还是希望可以帮台湾写出更好的剧本，然后让我们这些演员更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看到这样。好，感谢墨子怡，又能演又能写哈。好，请徐老师跟墨子怡到台下稍事休息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就是好左边，然后拍一张就是非常辛苦的初选评审们的摄影哈，有了他们才能够帮我们先去无存精哦，从这么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最后入选决选评审们的作品。